放心吧，我可是神医，你很快就会好的。老穆，给我端碗药，快点！哎，来了！怎么了？叫花子伤势过重，晕过去了，我得给他再喂点药。 神族的伤，哪里是普通的人间药材能救的？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出气多，进气少，我让串子和麻子去准备棺材吧。他受了那么多苦，早点走，未尝不是一种解脱。 神医，你很快就会好的。来，我帮你拆。怎么，不乐意我帮你拆啊？行，那一会儿你自己拆。 我那还有点事儿，你自己洗吧，自己洗吧。他是女子，我觉着呀，这叫花子，他不是傻子就是哑巴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一句话没说，疼也不知道叫一声，胡说，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他能坚持着活下来。 毅力非比寻常，肯定不是傻子。他腿好了就让他走吧，这儿不是他该待的地方。嗯。